插上电源线，打开电源开关，打开紫外灯消毒，紫外灯定时30分钟，时间到后会自动关闭。时间到，紫外灯自动关闭。双手打开玻璃门，开启到18公分的高度。此时风机照明自动开启，可以正常进行操作。操作结束后，关闭风机，用75%的医用酒精擦拭台面。台面擦拭完毕后，关闭玻璃门，照明自动关闭，打开紫外灯消毒30分钟。